好的乌龙茶讲究的是色香味韵，金黄色茶汤带有独特的乌龙清香，喝起来要能够喉韵回甘，多层次口感变化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茶呢？开会怎么可以没有茶？是，我们下去准备。没了，会快要开始了，怎么办？向前跑，就是他了。不知道哎、欸。Jason 好重重哦，你可以帮我搬搬吗？哦，好啊。什么？我只想喝现泡茶。老板，这原萃云间乌龙茶好喝的像现泡，您品尝看看啊。这可是连乌龙茶专家都说赞的好茶，还有乌龙茶精华在里面，请看。哇，这金黄色的茶汤喝起来清爽甘甜，喉韵绝佳，洞顶乌龙茶自然的色香味韵，样样具备。独特多层次的回甘口感，就像现泡的一样好喝，这是好茶，好茶。你又没有现泡的乌龙茶，就喝原萃云间乌龙就对了。茶呢？开会怎么可以没有茶啊？该不会又没茶叶了吧？是，但是这是我们自己有准备。哎，真巧，我有买。好喝哎。